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去觉得自己多么心酸或者怎么样，我觉得都还好，有自己的梦想去做就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因为你自己只要喜欢有梦想的话，你去做的过程当中就会很有动力。少抱怨，多做事，准没错。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小红书。